下来到了小虎以及花仙子。哎，我有个建议。你说。我觉得探妹儿那个好像全国观众不太熟，全国观众最熟的二人转是小拜年儿。啊，哎，我叫小虎哥先表演一个，我们这个来小拜年儿，跟着哦，小拜年儿有道理啊。来，接下来实际上我认为二人转嘛，在表演之前都应该玩点绝活，让大伙一看。那也过瘾。你看这手绢必须让大伙一看得转起来，对不对？转起来完事得扔，完事接住。哎，你看，扔起来，完事还能接住。哎，这叫跨，哎，这叫反跨，这叫吊的。这要咋？对不对？你再把手绢抛出去，这呐喊声指定就得上来。瞅着。不是说可以回来吗？我没说可以回来，我直接就去了。那这个绝活我也会。你会什么？我就会他其中一个就掉了，我就会那一个一个招数。好吧。